氣開始凍啦，咁我前排咧就喺 Uniwear 嗰度咧，趁有優惠嘅時候咧，就買咗呢個喵喵電暖袋，佢係一個儲熱式嘅暖手器嚟嘅。這個呢個是女孩子的恩物來的，它還可以當暖水袋這樣用。那我們一起開箱看看先，裡面就有一個說明書啦。其實這個儲熱式的暖手器呢是非常之易用的，基本上你不用看說明書都會適用的了。不過呢裡面就有一些使用的指南啦，還有用的時候要注意的地方啦，所以如果大家買了都建議看了說明書先的。這個呢就是一個連接器啦，用的時候呢就要駁電的，有了這個連接器呢就可以快速地加熱那個暖水袋了。然後就到最重要的主角，就是那個暖手器了。這個暖手器呢拿上手呢真的整個暖水袋，裡面呢它是有一些液體這樣的，你會 feel 到裡面是有一些浪下浪下流動的液體，真的好像喵喵，有兩隻貓腳啦，還有一條尾巴的。兩隻貓腳呢如果拆開了呢，那就可以拿到裡面的內膽出來了。而旁邊呢就有兩個洞啦，說明是暖手器呢，那它是可以塞隻手進去給你暖手的。但是我自己呢就會比較多用它來敷個肚子。一般我們用的暖水袋呢，舊式那些是要自己裝熱水進去的，那這個呢就不需要說加水啊還是怎樣啦，其實只需要呢在某一個特定的位置那裡駁電呢就 OK 的了，就是這個打開了個蓋啦，跟住呢裝回這個連接器上去，再駁電的話呢，那它就會開始加熱的了，所以呢用的時候都非常之方便和快捷。那個毛毛外殼呢如果用耐了污糟了呢都可以拆出來洗的。那我自己習慣呢就是如果拿個暖水袋去加熱呢，我都是會將裡面的內膽呢是放回一大半下去那個毛毛肚裡面先的。正因為有那個毛毛外套的保護呢，那就不會怕加熱了個暖水袋之後呢會燙親手啦。好啦，咁我哋示范下点样去加热个暖水袋先。首先咧，将里面个内胆咧拉出嚟，然之后咧喺呢个位咧驳翻嗰个连接器，连接电源咧，跟住佢嗰盏灯咧已经即刻着咗噶啦，就代表咧佢已经开始加热紧。咁喺加熱嘅時候咧，其實係非常之靜啦，即係你唔會聽到一啲好似煲緊水嘅聲，基本上咧佢係完全冇聲嘅。咁過咗一段時間啦，其實好快嘅啫，幾分鐘，咁咧就嗰陣燈已經熄咗啦。佢個温度一夠咧，佢就會自動熄咗掣噶啦，唔會再繼續煲水嘅。然之後咧，幫佢著翻好件衫啦，笠翻好個毛毛套，咁咧就可以攞呢一個暖粒粒嘅電暖袋咧，去敷下肚啊，又或者暖下手噶啦。如果貓腳嗰邊咧係向住自己嘅話咧，咁個温度就會高啲，適合用嚟敷個肚仔嘅。之前都提過啦，咁佢係有一個位咧，俾我哋放隻手入去暖手嘅。加熱完之後咧，呢一個電暖袋咧真係暖粒粒啊！愛嚟暖手同埋暖身咧都係一流嘅。有咗呢個 Uniwear 嘅喵喵電暖袋咧，今個冬天一定覺得更加暖粒粒，好 warm 啦！喺 M 痛嘅時候咧，攞呢一個電暖袋嚟敷肚咧，就會覺得更加好啦，可以舒緩到經痛添。
超喜歡摸它那個毛毛質地，好滑好舒服的。平時一直看著電視或者看書都可以拿它來用，暖下個身，暖下隻手。天氣再冷一點的話就可以用它來暖床了。總括而言， Uliwear 這個喵喵電暖袋真的很方便和很好用，如果大家有興趣買的話，可以留意一下 description 那裡有優惠碼的。